车是文化，与车是新闻的读者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延安，我在《爱的荣耀》里面饰演李梅娟。李梅娟是一个全然活在自己爱的里面的一个女人。那这样的一个女人呢，她在这个爱的里面呢，有很多的爱恨情仇。我觉得自己在为这个角色呢，其实没有做太多的准备。我觉得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，我会想办法跟我的角色保持一个距离。因为我的角色跟我自己本人的一个想法比较不太一样，所以呢，我是在家里把所有的演员功课做好之后呢，然后到了现场，我就是全然的就是放松，然后就进入我自己的所要扮演的角色。那我觉得在这个角色里面，我看到一个女人为了爱而执着而挣扎，然后为了爱勇敢的去争取。她即使受了遍体鳞伤，可是还能够爱得这么奋不顾身，我觉得这个部分是非常非常的勇敢。那也期许天下所有的女人都能够获得真爱，然后也都能够在爱的这个荣耀里面都能够得到幸福。那谢谢大家，请大家礼拜一到礼拜五每个晚上8点敬请收看《名士爱的荣耀》，谢谢。